大家好，我是死佬，今日又嚟打机机啦。我哋今日玩一只新嘅 RPG game， 佢叫做青鸟，咁系一只都系猎奇恐怖向嘅游戏啦。建议使用耳机进行游戏，游戏中含有杀人、犯罪相关嘅内容，分级为15岁以上。你哋够唔够咧？不过你够唔够唔关我事啦，咪事。亦都包含住恐吓嘅要素。OK OK， 谢谢啊，最紧要就系有恐吓嘅要素。你都要驚啫嘛，係咪先？禮拜一，我已經6年冇翻過嚟內文啦。內文咩地方嚟嘅？請問呢度係？而家突然之間走翻嚟，會俾千位百武同埋老夫佢哋添麻煩噶。你都翻咗嚟啦，好明顯呢啲就係，即係呢啲一定係點講啊？即係翻得嚟，你好明顯就係扮曬嘢嗰啲嘢，嗰啲 friend 嚟，絕對係。冇諗過艾克林。教授会俾我休学噶，哇！仲要休学添，撞你个鬼！安娜同学，哇！个教授个样咧，有啲唔系几讨好喎，即系呢啲好窄个样，即系叫咗教授通常系啲阿伯嚟噶嘛，但系睇呢个样啊，唔系好似，净系因为你非常之优秀，我先咁样讲。你翻屋企休息一段时间点样样啊？内文系你嘅故乡啊，嗬？嗰度空气好，而且自然环境。啊，唔系，更有自然环境，而且仲有好多嘅动物添，所以点样啊？即系野味特别丰富嘅。我要食野味果子狸穿山甲，系咪咁样？因为你就咁样落去做兽医就啊，唔讲啦。我相信你做乜嘢？你一定能够克服噶。OK， 我做兽医啊，即系我唔可以食野味系咪？即系我要望住佢唔食。咁我就可以做兽医啊！明白。唉，再谂都冇用啦。呢、這个时候更加应该要打起精神嚟啊！再睇一眼协道医生，哇，好 Q 难读啊！佢个名艾伊海尔医生嘅短信先。诶、欸，有手机呢回事啊 ？iPhone 喎、啊，但系咁阔嘅好似。系啦，我将。老姨发过嚟嘅短信唔记得一干二净添 ，OK， 老姨系哦，原来老姨系女仔嚟，我系男仔嚟添。姐姐翻屋企嘅翻嚟嘅路上要注意安全啊！如果你可以去到Akura Home 买到窝夫嘅话咧，翻嚟嘅话我会好高兴噶。可惜啊，太迟先见到短信，人都已经坐咗马上要出发嘅巴士嗰度啦 ，OK。而且 Akura 空的巴夫都不是那么好，很明显就是那些不用买就说人家不是很好味的fan。至于排队去买啊，果然回去再跟老夫讲声抱歉啦，现在都是先看看医生给的短信先。 OK， 我很遗憾你很难再在这里继续接受心理协助，不过我已经办好了手续，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继续治疗，等你到达内文的时候就在神父那里接受心理治疗。详细的我已经发了电邮给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过去。究竟我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克服我都只能够这样相信啦。 OK， 克服什么东西啊？车开了，无啦啦想下的时候呢，我 就已经嘟嘟嘟嘟嘟嘿。为了做兽医，我在布卡尔的大学就读的，而家又回到去6年前离开的故乡内文，并不是为了度假，而是为了治疗 PTSD 精神创伤后导致的压力障碍，奖学金亦都很难再延长下去。如果今年不可以大学毕业的话，我就冇办法唔放弃做兽医嘅梦想。其实我根本就唔想休学，但系而家亦都揾唔到其他嘅方法。事情会变成咁，全都系拜嗰日实习之中突然发作所致啦。我啱啱掂到嗰只鸟，就突然被一阵好急剧嘅头痛同埋恐惧所包围住，呢个系我从未遇过嘅。我到医院做咗检查。并冇找出咗明确嘅原因，医生认为系精神上边嘅问题，建议我做心理治疗。
心理協導的導師的醫生認為，原因可能是關於我的過去，可能是一種心理陰影。不過，點解會是鳥嘅？諗諗下就覺得渾身唔自在啦。要想辦法搞清楚，所以必須要翻返去內文。但我咩頭緒都冇，希望喺內文嗰度能夠揾到我嘅過去同埋鳥之間嘅關聯啦。OK 嚇，即係嗰啲疑似恐懼症。我舊時咧都唔覺得雀仔有好多人驚，但自從咧我有個朋友咧，佢係好驚雀嘅。佢一見到雀咧，就會即時彈後幾尺。我先知原來有人係驚雀呢樣嘢，因為雀其實好難，好難令人覺得驚啊。即係狗啊、貓啊嗰啲，我都覺得會，但係雀真係因為冇咩攻擊性。咦？你都係嚟旅行㗎？真係少見啊！唔係啊，我係喺呢個镇上面出世噶，咁样讲嚟，点解会有人专门跑嚟呢个地方去旅行啊？唔系，应该就系话啊，就系话咯，点解会有人跑专门跑嚟呢个地方度去旅行嘅？连个跳舞嘅地方都冇嘅，一早想离开呢啲咁乡下地方啦。拜拜。啊，塔凡德真系好时髦啊！都呢个时间啦，仲要去边一度啊 ？OK， 啊呢个红发。红发少女无啦啦我面前出现咗一个咁，但系好串啊！话我啲乡下人咧唔识嘢啊，撞呢个鬼！我而家家家地都准备系大学生毕业啊！俾你知，我要做兽医，你识唔识？我第一个就医咗你啦吓、啊，太可恶啦！呢个女人实在系就接住落嚟要去边一度咧？千惠白武嘅屋企哦，千惠白武即系边一个？我发觉嗰个咩医同埋千惠白武唔系同一个姓喎。呢度啲人物啲关系有啲乱啊！我翻嚟啦 ，OK， 冇人喺度。千惠白武同埋老姨好似都未翻到嚟 ，OK。咁我哋而家做啲咩？我发觉呢只 game 都几贴心，就系、是，有嘢噶喎，睇下先。呢、這个系嗰啲短信嗰啲，明白？呢度有咩啊？等，睇先。安娜，我叫安娜 ，OK。为咗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兽医，而喺大学就读。事隔六年，再次嚟到内文镇。OK， 有唔同嘅人嘅喎，仲啲简介嗰啲，睇下先。啱啱个女人都有喎，撞你个鬼，睇下立先。仲有啲咩？老二安娜嘅妹妹，哦，妹妹嚟嘅，明白。即系话嗰个阿慧姨姨咧，唔系，即系唔系我哋阿妈啦。就我以为系安呢个老二嘅阿妈，但系都好似唔系。阿老二唔系阿姨嚟嘅，老二后生女嚟噶。嘅妹妹就读高中嘅。性格开朗活泼，交友广泛。千惠白武是我的白武，收养了我哋。原来父母双亡的姊妹，明白？嗰个系咩人嚟啊？睇唔到啊？应该嗰个所谓的我哋嘅之前的心理嗰个医生写 message。OK， 教父。呢啲冇咩特别好。睇先，下边嗰个咩嚟？师傅，我可以随时师傅嘅，做得好啊！随时读档同埋师傅，哇，好贴心啊！呢件事正吓、啊，即系咧随时读档，即系随时你系，点解咁嘅？突然间识唔同咗，撞你个鬼！睇先，千惠白武嘅房随便入去会挨闹，佢都几惊俾人闹。我咁样见到好似老姨间房都系，睇先，治安啊，晚饭喺雪柜嗰度记得食。屋企里边嘅事你唔使理，好好休息啦。仲有，千祈唔好理老姨嘅任性，搞错咗系唔得嘅。我相信你会答应白母嘅，可以睇嚟佢哋好相依为命喎，种感觉。千惠白母都好担心我，可能，但系俾我唔好理老姨嘅任性，咁恐怕俾我要适应鸟类咁仲难。OK， 即系一个妹控啦，佢都系非常之宠阿妹嘅人。冲阿妹啲 friend， 随便乱入嘅系咯，冇咩特别呢度。哦，我嘅房啊，真系好怀念啊！你过得几好啊嘛 ？OK， 入咗去啦。有好多。哦，呢只 game 好直接喎、啊，佢应该冇咩特别嗰啲设定，佢成世嗰啲放大镜就可以俾你直接 click 入去触发剧情，几好啊！快捷方便，简单。同六年前一模一样，真系好多谢千惠白武。OK， 睇嚟帮我哋管理家管理得非常之好啊！我呢度教声嘅，唔使理。系死去爸爸妈妈嘅相片咯、啊。
佢哋过世嘅时候我先至6岁，所以佢哋嘅样子我冇咩印象噶，而且记忆都系好模糊嘅，只能够谂到一啲啲。O K， 哇，我阿妈同我阿婆一样样，我撞你个鬼啊！即系你完全冇继承你老豆啲因子嘅，你点睇先？单性繁殖？咦，阿妈突然之间出声，好惊。哦，唔系，佢介绍阿妈啫，唔好意思。米娜、安娜嘅安娜同埋老伊嘅母亲喺18年前去世，生前系教会嘅孤儿院做义工，哇，行善积德不得了。爸爸，18年前身亡，都系响政府工作。Oh no， 点解会好地地发生咗啲咩事咧？吓，即系做得义工嗰啲咧，应该唔会有啲咩大件事。但系阿妈同个女嘅样会唔会太似咧？即系一个病人，但系好似完全同老豆冇血缘关系咁嘅样。手提电脑都有安全寄到嚟，嚟备份手机里面嘅资料先。屋企联络人，哦，呢度系睇嗰啲咩人打咩人嘅啫。喺公车遇到嘅是魔女孩，冇咩特别。睇下 email 先啊，有封邮件啊，系洛医生寄嚟噶。屋企洛伊海尔医生，原本你应该喺我嗰度进行心理协助治疗嘅，不过我认为呢度嘅环境稳定，亦都冇问题嘅。你自细就同卡姆伊神父相识噶啦，系咪啱啊？卡姆伊喺佢嗰度治疗，但愿你能够平下心嚟接受治疗啦。我打算从听日开始通过推行催眠嘅疗法嚟，探究沉睡喺你心里边嘅阴影同埋问题。你可能会觉得惊，但系我相信我哋能够得到好嘅结果。推行催眠啊，我以前好似都了解过，应该系一种催眠嘅疗法嚟嘅，用嚟唤起心里边嘅深处沉睡嘅记忆嘅。咁即系话要牵止我谂出我唔想谂到嘅事，我心里边有一啲不安啊。OK， 不过。有卡姆伊神父陪住我嘅话，等阵去教会打个招呼先。OK， 不过咧，就我即系睇咁多恐怖片嚟讲咧，每一次呢啲牵动情绪嘅啲嗰啲疗法咧，通常都会带嚟好多不良嘅后果。即系正常唔会咁啊！你谂下都明白。即系如果一啲即系人咧，有一种叫自我保护机制咧。即正常將一啲好唔開心嘅就會收埋喺自己心裏面，咁當然啦，會逼到人哋發癲嘅。咁但係即逼得太犀利嘅話，但係某程度上亦都係保護住嗰個人嘅精神思路嗰啲嘢。好，教會啊，我哋去神父度探下班先。神父，鹹濕神父，啲聖職人員通常都係啲鹹鹹濕濕，睇下呢個樣係咪先。神父，好耐冇，做乜用咗大叔聲？唔好意思啊，神父，好耐唔見啦。咦，哇，系果然系一个刀问症咁嘅样，仲唔系咸湿佬？一定系啊！真系会唔会呢、這个？我发觉咧呢度啲人咧，啲教授啊，啲神父啊，同我想象中嘅唔同。点解全部都去过韩国整容拉皮咁样样啊？大佬，全部都劲白劲后生咯。安娜，你嚟咗就好啦。你嘅主诊医生已经将情况话俾我哋听。讲实话。我认为推行催眠唔见得一定会带嚟好嘅结果嘅。不过如果你坚持要克服过去嘅话，我会陪你走到最后嘅。但系我咩头绪都冇、啊，真系存在我一定要克服嘅过去咩？任何人都有住过去，而你有嘅系24年嘅过去，哦，即系我24岁 ，OK。即系好衰嘅你，无啦啦讲女仔年龄出嚟，真系唔啱啦！呢啲咁嘅神父真系，上天要惩罚你嘅。OK， 继续。有几多人能够全部记得啦？系嘅，我唔敢断言，我全部都记得。如果真系忘记，咁啊好讲啊。但如果唔系，如果系为咗保护自我而刻意洗去嘅记忆，并唔适合硬生生咁样刮出嚟嘅。这个是我的看法来的。是的，跟我一样，即是这些人身保护机制，你没理由这样夹硬扯出来，这些精神科累死人就是这些。神父和那个医生的处于对立的 角度的人，神父和那个 医院的医生是处于对立角度的人，是的，即是两个对立。
亦都唔系向神明祈祷就万事大吉嘅。O、okay, K， 即系嗰个女仔系信嗰边嘅医生多过我哋呢个神父嘅，不过我哋神父都会帮你嘅啊。不过只要你希望嘅话，我都想助你一臂之力嘅。从18年前开始，我呢个念头就一直冇变过，至今自然都系。点解咁样？我觉得咧，如果系即系呢个神父一定系由细识到我哋大先啦。咁但系佢冇理由唔知道我哋嘅记忆系啲咩噶？你谂下，即系佢讲到咁样，即系我哋已经好早已经识啦。咁冇理由我心处里边即系有啲不可告咁都会嘅。但系即系我觉得有啲怪，即系我觉得神父可能会后边会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，唔知点解啊？呢啲可能系直觉啦。多谢你啊！你咁样讲，俾咗我唔少嘅鼓励啊！爹哋妈咪去咗世之后，喺孤儿院嘅时候就受你唔少嘅照顾噶啦。不过我嗰个时候根本冇谂过，有一日仲会麻烦神父噶。嗯，今日你都攰啦，咁就听日再开始治疗啦。今日好好休息，听日再嚟。神父，啊，冇，你越嚟越似你嘅妈妈米娜。哦，你哋旧时又系啲嗱，即系个神父不断系咁同我哋深究咧，佢哋后生嘅时候嘅一啲嘢，尤其是佢越嚟越似我妈妈呢句说话咧，即系呢啲唔系 X 先会讲嘅咧，真系冇人会信。我只系通过相片知道一啲，经常有人话我哋系好相似。系啊，我啱啱先讲完咗，其实妈妈以前喺神父度呢边做嘢嘅。在孤儿院里面哦，咸湿神父遇着妈妈，可能我是神父女喎，咁样讲法啊。我在呢个镇上面担任神父已经一段时间，曾经同佢一起侍奉过主，佢非常之勤力开朗，我觉得好遗憾。不过就好似咁样讲起佢咧，我谂妈妈嘅灵魂都会得到安息噶。我今日就先翻去啦，听日见啦。OK， 哇！跟住神父就即时望翻啲玻璃嗰度，冇礼貌呢个神父，劲冇礼貌，即系同人讲嘢应该目送人哋走先系噶嘛？啲神父嘅房间 ，OK， 里边会有啲 SM 玩具喺度，神父你曳曳嘢嚟，睇下先，都系唔好随便乱走，行下啫嘛，八卦。诶，有短信系边个寄嚟嘅咧？睇下先，老姨啊，我个妹，系咪已经到咗文内？内文，我成日都噏错文内装呢个鬼。是不是已经到了来文了？我还在学校啊，你过来啊，我想将姐姐介绍给朋友啊。吓、啊、，OK， 无啦啦，同你同学有代沟啊，无啦啦要我介绍，反正都得闲就去一趟啦。正好我都要回去看下西蒙，西蒙又是哪一个来的？西蒙啊，他啱啱好像没有提及到。OK， 哇，一个公园，这个 BGM 好熟，好似女神异闻录其中一个 BGM， 即系唔系？我同呢啲人倾偈系冇反应。喂，离下我好、啊，唔好以为我系新村民，我系旧村民嚟，一个二个唔理我。我揿咗讲嘢嗰个掣，但系佢哋唔理我，好卑鄙咯，自己玩顶你。OK， 呢个边个嚟噶？咦，西蒙出现啊！西蒙系一个又系韩国拉皮 friend 嚟。安啊，点样样啊？翻得嚟咁急嘅？喺嗰边遇到好多事啊？啊，差唔多啦。应该怎样讲呢？我都经历了不少、啊、一时之间都讲不完。星期在这里讲没什么东西，要不要去看看超级僵尸为士二、啊、哇，我听见条面劈，我听见这个电影名字我已经不想去看了。大佬，什么叫超级僵尸为士二？还要出第二集？你明白，看戏第一集是最好看，第二集通常都是垃圾来。超级僵尸为士哦、啊，你唔记得咗啦？六年之前，哇！六年之前，哇！六年之前嘅屁仲出第二代阴公猪，我哋唔系一齐睇过嗰部电影嘅咩？然后旧年出咗续集，我特登买咗佢嘅 DVD 翻嚟。哇！你都几长情喎、啊，你都系咪去开吓、啊、买开网购，买开啲其他 DVD， 顺手买埋呢一只扮晒嘢嘅咋你？啊！你如果唔想去睇嘅话，我仲有《引渡大王鲨鱼人》啊！乜啲乜鬼嘢？睇到你嘅癖好真系有啲古怪咯，唔该。你都仲系咁嘅样，西蒙挖掘电影嘅专家，我系绝对搞唔明白噶。
哦，咁你系赞紧我嗬？啊，而家去我嗰边啊？点样样咧？系咪要睇下电影换转啊？诶，有得拣嘅喎，呢啲好明显就系嗰啲好感度嗰啲 friend 嚟嘅吓。不过我对呢个西蒙唔系几有好感，所以唔使啦。对唔住，我唔系几想睇戏啊。哦，系啊，咁就算啦。以后我要揾一啲你中意嘅戏噶啦。多谢先啦。OK，诶，我咪可以再选择噶？咦？可以嘅喎，哎，但系呢个，等下先，哎，得啦，喂，呢个位可以做一个 safe point 嘅喎，咁我哋可以喺度 safe 先，好紧要，即系呢啲有得选择嗰啲咧，safe 睇埋其他人系咩先，哎，我老姨大家同一个啊，阿妹喺度，姐姐，你仲系咁风格朴素啊？6年冇见过你，同姐姐讲呢啲啊？你想有感人嘅对白，不过睇上去比我想象中更加精神喎，咁我就放心啦。翻去嘅理由，我都系是但蒙混过去嘅，同老姨，唔知道应唔应该同佢讲啊？心理治疗嘅嗰件事，OK，老姨嘅朋友，哇，点解冇图啊？突然之间。即系朋友连面都唔出啊！呢啲朋友要唔要到爆？好明显呢啲样都冇阴公。老姨嘅姐姐同老姨一啲都唔似，点样睇都唔系姊妹。你咁嘅意思啊吓？系咪即系话佢有阿爸生，我冇阿爸生啦吓？撞呢个鬼，太卑鄙啊你！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噶。听讲我生得好似爸爸，姐姐就生得好似妈妈。姐姐亦都应该多啲注意。多啲注意外在先得噶，边个叫你系认真嘅乖乖女啊？乖乖女啊，总比野小孩要好得多啊！变咗法子嚟教训我，就同千惠白母一样，应该翻屋企啦。哦，正好我想听下姐姐翻嚟嘅真正理由。OK，哇，无啦啦，阿妹突然之间揭中我啊！呢、這个睇嚟，咦？等我谂下先，嗱，如果我有睇戏，系咪就同唔到阿妹倾偈咧？我喺度谂紧呢样嘢，定系我睇完戏之后翻翻嚟先可以 join 阿妹咧？算啦，咁佢系我妹，咁我同佢讲我精神，咪即系我心理有问题都 OK 嘅，我觉得，咁我都觉得应该话俾老姨听嘅。哦，老姨，唔好唔记得周三嘅俱乐部嘅活动啊！啊，我点会全部都唔记得？记得帮我攞飞啊！我哋翻屋企啦。OK，最后都系冇讲到话，正谂住套，诶，我讲咗，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入到房嗰度慢慢细说，后嚟咧发生咗啲咩事啊？啊，系咪俾男朋友飞咗啊？冇啊，我根本就冇男朋友，唔系啩，一个都冇，唔好讲呢啲啦，你唔问下我点解翻嚟嘅，我会详细咁话俾你听噶，哦，不过我大概都感觉到嘅。而且姐姐你翻嚟之前，我听千惠白母打电话嘅时候都讲过，系因为病啊，嗬？坦白讲，我唔觉得系病嘅，亦都冇咩嘢唔舒服唔好嘅地方。不过有一次实习嘅时候，有人俾我将帮受伤嘅雀仔换绷带，马啊、狗啊、猫啊，仲有好多牛羊，我见过好多嘅动物噶。不过，对鸟类就系第一次接触啦，当然亦都冇觉得有咩咁嘅难处，所以我就，但系当我掂只雀嘅时候，佢因为痛而挣扎嘅一瞬间，我嘅脑袋就开始出现雷电闪鸣咁样，然后我嘅头就痛到裂开，伴随住嘅就系剧烈嘅呕吐感，当然啦，呢啲唔系咩过敏。所以先谂，可能只系一啲心病啫。哦，咁姐姐系咪唔可以做兽医啊？你可以考上去维卡尔帕大学啊。系啊，维卡尔帕大学咁啊点啊？咁而家姐姐有病，系咪一定要做兽医啊？大佬，你估我想噶而家？你真系呢个镇里边嘅人先至可以去到维卡尔帕大。佢点解笑咗两只字？然后又。呢个系咩字？呢个系鹏程万里，衣锦还乡，好 Q 难读啊！呢嘢鹏程万里，衣锦还乡，呢啲系咩 terms 嚟嘅？大佬，我乜都唔识嘅。
虽然有人咁讲过啦，不过我而家咩都唔清楚。如果我能够做我嘅话咧，我当然高兴啦。但系而家前途系几咁难搞。不过我会支持你噶。治疗呢啲咁难嘅事，我完全唔识啊。不过姐姐，你一定可以撑过去噶。我相信你。哦，多谢你啊。咁我翻房先啦。啊，系啦，个娃。个窝夫咧，娃夫，仲有呢个鬼又要配音又要成咧，嗰啲字咧，跟住要转咧，系咁喺度卡卡卡卡卡，唔好意思啊，啊，我唔记得咗麦啊，对唔住，卑鄙嘅姐姐，好明显就特登啦，唔系啊嘛，下次要记得啊，我知道咯，咁晚安啦 ，OK， 好现实嘅妹妹啊，呢、這个系，即系我唔买咧，佢就即时，你瞓觉啦你，太卑鄙啦。接住落嚟去冲个凉，洗个澡先。OK， 即系四符稳阵起见。我其实我而家想去捞翻阿四符，睇下男嗰度点。诶，咩事？诶，千位白布嚟敲我门、啊。安娜，点样样啊？有客人嚟揾你啊？呢、這个时候已经夜晚八点咯、啊。夜晚八点好早噶、啊、咋，女？夜晚八点而家只话啲人啱啱先去 rap 完啊。OK。啱啱先开始 rap 啫，唔系 rap 完啊！我讲错啊，我度啊，我早瞓，因为唔好意思。咩嘅客人啊？系一位刑警先生啊！刑警点解会嚟揾我嘅？我仲以为系老姨又犯咗啲咩离天大祸添，结果佢问我安娜喺唔喺度啊？我应该先去回一回佢，我谂应该唔系啲咩坏事嚟嘅。咁我俾佢入嚟啦。OK， 喂，唔好入嚟女仔房。嗱，唔好乱嚟啊！你个刑警啊，你想点？随便坐，讲下啫啊！冇事冇讲，即管嚟。哇！你用神父咁似样嘅装呢个鬼，目露凶光啊！呢个叫咩啊？伊雷警官，呢一个，你可以叫我伊雷，唔使咁紧张。你就系安娜系咪？系啊。你只要坦白咁答我嘅问题就得啦。呢张相上边嘅女仔，你识唔识啊？咦？哦，嗰个 rap 妹，呢个我昨晚喺公车站遇见嗰个少女，应该点样讲咧？嗱，即系我系见过佢，但系我就唔识佢嘅。即系我呢两句都唔系大话嚟，我见过佢同我唔识佢咯。不过阿 Sir 问到话，我啲坦白从宽，我见过佢啦，系啊，咁我就告辞啦。喂，你问两句啊，我见过佢，你就笠水，你算点？抱歉啊。OK， 喂，阿 Sir 问得唔系好 detail 喎、啊，到底出咗啲咩事呢？刑警会攞住张相过嚟，按照电视上边嘅套路，唔系嫌疑犯。就是被害者。喂，你睇得电视太多啦、啊、可能其实佢系佢个女或者佢个女朋友，你明唔明？佢只系善用警员嘅身份去追查自己女朋友嘅真相。呢啲谂得唔够透彻啊！佢呢啲希望冇咩事发生咯。要唔要存档 ？OK， 存档。咦？哦，即系每过一日咧，我哋就会有一个不可逆转嘅存档。咁我哋今日就暂时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多围绕，中意片麻烦俾个 like， 又俾 comment 我啦。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先继续呢个青鸟嘅故事啦。咁多位，拜拜。